上個星期呢，我哋做完咗演唱會之前嘅户外直播，今個星期我哋要做返平時嘅室內 YouTube 直播同埋快手直播。11月5日星期六晚9点，我有呢個嘉華環球自購呈現嘅51集輕彈淺唱龍的歌直播啊。呢一場呢係 YouTube 直播啊，11月6日呢星期日晚8点，我有品州方呈現嘅第52集輕彈淺唱龍的歌直播，哈哈！呢一場是快手直播，咁係會喺翻我自己個平台開播。跟住咧，今次嘅 YouTube 直播，我哋會搞啲新意思。今年4月，我推出咗一個新嘅系列，叫做《那些年電視劇歌曲》。啊，當時咧介紹咗10首歌，跟住喺6月，我哋又推出咗另外一個系列，叫做啱 feel 嘅網紅歌，啱 feel 網紅歌，都係介紹咗10首歌曲。咁我會喺留言區分別寫低呢20首歌嘅歌名，俾大家投票，揀出嚟你哋最想聽我重新唱嘅2首那些年電視劇歌曲，同埋2首啱 feel 網紅歌。想再聽到你哋中意嘅歌，記得要喺留言區投票啦嚇。投票咧喺星期四晚11点59分截止。咁再宣传下，我11月18日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嘅演唱会，再次呼吁未买飞嘅朋友，希望你哋唔好错过，系咁靓嘅场地啊！戏曲中心入边有咁好嘅音响同埋乐队嘅配合，我当晚会唱好多经典金曲，同埋我从来都未唱过嘅歌吓。喺视频留言区咧。有唔同嘅購票方法，大家可以直接同我內部現購啊 ，WhatsApp 6016413，6016413，或者電郵我。多謝你支持啊！我哋今個星期直播再見。大家好，上個星期呢，我們已經做完了演唱會之前的戶外直播動員大會。這個星期我們會做平時的室內的 YouTube 直播和快手直播。那么在11月5日周六晚上9点呢，会有嘉宏环球自购呈现的第51集轻弹浅唱龙的歌直播。这场直播呢是 YouTube 直播。在11月6日周日的晚上8点会有品酒方呈现的第52集轻弹浅唱龙的歌直播。这一场呢是快手直播，会在我们自己的快手平台开播。那么这次的 YouTube 直播呢会搞一点新的意思。我今年4月的时候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，叫做那些年电视剧歌曲。当时我们介绍了10首歌，然后6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，叫做 Unfeel 网红歌。 Unfeel 网红歌也是介绍了10首歌，我会在留言区分别写下这20首歌的歌名，给大家投票啊，投票选出最想听到我重唱的2首那些年电视剧歌曲，还有2首 Unfeel 网红歌。在想再听到你们喜欢的歌，记得要在留言区投票。投票在星期4晚上11点59分截止。对，再宣传一下，我11月18日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的演唱会。再次呼吁没有买票的朋友，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次在这么亮这么好的场地戏曲中心里面，有这么好的音响视觉效果，以及非常优秀的乐队配合。我当晚会唱很多首经典金曲，还有从来都没唱过的歌在视频留言区会有不同的买票方法，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也可以直接跟我内部认购。WhatsApp 6016481316016481313，跟我联络，或者是电邮给我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这一周的直播再见。多谢你对我的绝情，让我学会了死心，任眼泪随风。